拜托秘书过来。李馆长啊，来给咱支持，把这块土地让售给咱公所。啊，为什么用了让售？因为这是住宅区啊，建筑用地不能用移拨的，所以一定要用让售的哈。啊，非常感谢，哎，让如此来发包哈。啊，未来公所业务单位爱督促这个工期啊哈，哎，希望啊这个工期会当来啊如此完成。流标了好几次，好不容易标出去。那后续的这个内部的装潢的部分，我们会再来跟里长哈，那依照各里的不同的需求来做相关的一个配合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也希望说能有一些空间，那成为我们的一些这个长辈们哈，那在一起的这个关怀据点的一个地点哈。这个所在要去一个联络里，联络里就去啊，会当哦，所有里长吼，要来办公做方便的，里面来找来里办公室，嘛做方便的吼。那这个基地人入后起起了后，落成以后，内底建造，啊，咱馆长嘛，甲咱大力要甲咱支持，咱副会长嘛要全力甲咱斗相挺。是寸土寸金哦，那特别是都会化的一个这个里民办公室或者是社区的取得，更是难得可见的。那很高兴这一次至少能够谈到一点空间，让我们七个里啊来做联合办公室。那包括这个部分的这个土地哦，要牵涉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线哦，那幸好有解决到。那也要谢谢我们市长也很用心哦，由施工所自己先自备了1000出头万来盖这个厅舍。那后续的这个软体的一个部分哦，我们也会配合各个里长哦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拨用啊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里办公室哦，能够呢让我们里长在这边办公方便，让里民来这边能够呢也很舒适，像家的感觉。那最主要，如果能够再把我们的关怀据点能够来到这边哦，我想也会更加的有利哈。真的啊哈，这也是县市合作啊哈，一个案例了哈。这前面有一块小块的土地啊，县长愿意给我们帮忙。让售给施工所，因为它是建筑用地，所以必须要用让售的。那非常感谢县长的帮忙。那这个是我们七个里的联合办公室，我们希望如期的把它完工。啊，内部的有一些软体的装修，也感谢县长愿意再给我们补助，给我们帮忙。所以特别感谢我们里长，还有我们代表会主席，不断的奔波来完成这件事情，非常感谢。立联合里办公室兴建工地，地基处庇护新工顺利，市府下乡。咱这边，一下咱港口，一下顺利，一下一下哇！哇！我讲啊，造福自己，自立长龙哇！哇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